年轻的杰克和艾尼斯一同在断背山的牧场工作，杰克负责骑马牧羊，艾尼斯负责采办食材。起初两人虽陌生却相敬如宾，慢慢的他们越发熟悉亲近。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杰克和艾尼斯同住帐篷，某种情愫暗暗发芽，两人相互交欢。次日难免尴尬，他们互相澄清自己不是同志，各自去工作了。日子一天天流逝，两人渐渐坦诚相待。而此时牧场主人发现了端倪，辞退了两人。离开断背山后，艾尼斯顺利成婚了，与妻子艾玛相亲相爱，恩爱非常。他们很快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，两人各自工作养家，日子过得也十分和睦。而杰克继续着他的牛仔竞技，在贫困潦倒时遇到了富家女罗琳，他们很快结婚并育有一子，两人似乎渐渐变成了两条平行线。艾尼斯突然收到杰克寄来的明信片，约定的时间要来看望艾尼斯。约定之日很快到了，艾尼斯在家中兴奋地等待着，妻子疑惑着他的焦虑，却耐心地哄女儿。直到快傍晚，杰克才姗姗来迟。艾尼斯匆匆跑下楼，将杰克拽到盲区拥吻。不料这一切都被艾玛看在眼里，她十分震惊，感到难以接受。艾尼斯兴奋地和杰克外出叙旧，她急匆匆地对艾玛告别，并表示晚上不回来，丝毫没有发现艾玛的异样。杰克表示想与艾尼斯长相厮守，在断背山开个牧场，两人长久待在一起。艾尼斯却碍于世俗目光拒绝了。两人相会后各自回归家庭，两人的相会十分频繁，对妻子他们只称钓鱼。心事重重的艾玛无法再与艾尼斯虚与委蛇，他们终于离婚了。但艾尼斯依旧要供养两个女儿，他的工作压力十分之大。杰克与妻子罗琳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，罗琳精于算计，是个工作狂，杰克壮志难酬且婚姻生活不如意。杰克再次对艾尼斯提出了一同到断背山生活的想法，而艾尼斯再一次拒绝了。此时艾玛已经再婚，艾玛劝艾尼斯再婚，并直言他已经知晓了艾尼斯与杰克的事。艾尼斯生气的离开，杰克与艾尼斯依旧会面，而杰克也偷偷与另一位男士相谈。在新的一次会面时，他们互相指责对方，闹得不欢而散。艾尼斯与女友分手，再次过起了单身汉的生活，忙碌的生活继续捆绑着艾尼斯。突然有一天，他收到了杰克去世的消息，艾尼斯感到难过震惊，急忙致电罗琳求证，罗琳只说是机器意外导致。艾尼斯前往杰克家探望杰克父母，杰克母亲选择尊重杰克的遗愿，善意款待杰克深爱的艾尼斯。艾尼斯离开后得到允许，带走了杰克一直穿的牛仔衬衫以作留恋。艾尼斯在断背山定居下来，依旧忙碌的工作。转眼间艾尼斯的大女儿要结婚了，艾尼斯十分欣慰与唏嘘。女儿回去后，艾尼斯抱着杰克的衣服喃喃自语，目泛泪光。杰克终于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，和艾尼斯长久的一起